穷莫问出处，我只有一本菜谱，争吵挣扎住，让敌人尝一尝什么是苦。菜刀上的威武，面对敌人不发怵，用我的天赋，让传说来一回新的征途。这一本子弹菜谱，每一道致命幸福，打打个落花流水，打打个仰面拔叉，让他输得糊里糊涂。这一本子弹菜谱，点水吧。少墨，你这是怎么？牡丹牺牲了，兄弟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如果杀不掉坂田贵，我就把你们的脑袋拧下来挂城头上。放心吧，杀不了坂田贵，我们自个儿把你脑袋拧下来挂墙上。对，大队长，哎，大队长在这儿。总部首长给你的信。報告します。走るの遊撃隊が攻撃を突然停止しました。なぜだ。長官、いい知らせです。山下連隊が猛虎団の第二防衛線の突破に成功し、我々との距離は10キロです。野田連隊も順調に攻め入り、我々との距離は20キロのみです。よって、走るの猛虎団、遊撃隊に対して反撃を開始し、遊隊上に包囲せよと命令を出すようおっしゃられました。素晴らしい、素晴らしいぞ。吉田将軍に返礼だ。今回遊川将、遊隊の遊飛とともに落ちていくがいい。電報だ。部隊を集合。今回自ら指揮を取る。はい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万一我们游击大队的人全都打光了，坂田圭带领队伍冲出月台县城，猛虎团反而会被小鬼子包饺子。没错。哎，警卫员给你看的是什么？
小峰岭。小峰岭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林参谋长的意思，应该是让我们像假扮一样，机智灵活地拖住鬼子。更重要的是要向坚守小峰岭的猛虎团三营同志学习，学习他们的硬骨头做法。前社長、君らは天皇陛下の戦士である。君たちは両肩に英国を背負っている。天皇陛下が見ていらっしゃる。いいか君たち、よく聞け。信じるのだ。必ず結露を導き出すことでできる。山下連隊と兵隊上下で合流した後、敵遊撃隊を殲滅するのだ。遊撃長を殺せ。出発。同志们，大家听我说，自从游击大队成立以来，我们一直采取的是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式与鬼子进行战斗。游则敌不知我所往，击则敌不知我所来。我们机智灵活，运用我们独特的地理优势与鬼子进行不断的周旋。打得赢咱们就打，打不赢咱们就撤。可是此时此刻，不管咱们能不能打得赢，咱们都要坚守在这里，绝不能后退。我们要坚守到主力部队成功合围叶田和山下两支连队。至于什么时候能合围成功，我无可奉告。也许是一个小时以后，也许是今天日落以前，还有可能是要到明天凌晨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坚守在这里，绝不能后退一步。大家都听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兄弟们，大家伙都知道，我刘传说就是一厨子。师父跟我说过一句话：再好的厨子，一口锅，同时做不出两道菜。可咱们现在这一仗，比一口锅同时做不出两道菜更难。我们既不能消灭坂田龟，又不能让他们冲破我们的防线，可是我们无险可守。所以这一仗，大家伙可能都会死在这儿。但是我们岳泰山的汉子，打鬼子不怕掉脑袋。今天，大家伙要跟我一起做一回老寇，圣教老寇，山西人都知道，那就是一个铜钱掰成八瓣花，一条命掰成八瓣死。从现在开始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手没了用脚踹，脚断了用头顶，肚子被开了膛，那就用肠子勒死他娘的小鬼子。总之一句话，谁要是被小鬼子一枪毙了命，老子一脚踹烂他的脑袋，听见了吗？听见。一条命掰成八瓣死。一条命掰成八瓣死。杀鬼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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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長官。バカ野郎、三度やっても敵の弓下前線陣地落とせんのか。報告します。今回の走路は今までと違います。自分を守ることなど考えていません。命を捨てて我々と戦っている。敵陣地に3回も突撃しましたが、全て奴らに奪い返されています。バカ野郎。はい。敵を倒したという報告しか聞きたくはない。はい。連隊が八路猛虎団の第三防衛線を突破し、我々との距離は5キロのみ。吉田将軍が聞いています。いつ猛虎団背後より攻撃を始めるのかと。将軍に返念しろ。午後5時必ず猛虎団に攻撃を開始する。はい。今こそ切り札を使う時だ。你想什么呢？当初菜刀班那么多人，居然现在只剩下我们几个了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接下来还是会有人牺牲的。要是没有突如其来的命令，也许我们的战旗早就插在坂田圭的指挥部了。饭不怕晚，我们游击大队的战旗一定要插在坂田圭的指挥部上。没错。是谁？坦克，是坦克。炸掉这个王八盒子，这得炸掉履带才行。慢去，不，哎，太危险了。找一下，去找点猪油和菜油，再多烧点柴火，红烧了这个王八盒子。是。呀，来不及了，刘参谋。我说来得及就来得及。
疯了！掩护好我。贾万都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一清，你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快看，主力部队完成合围了。好，兄弟们，给蔡掌门的兄弟报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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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軍の電報です。山下野田連隊が越谷の八路根拠地集落に囲まれ、将軍は我々だけで包囲突破せよと。越谷さんに来た時には我々は数十人いた。しかし今は君たち数人だけだ。それでも最後の一戦のため戦ってもらわねばならん。部隊に最後の突撃を敢行するよう命令を出す。君たちは私が太原ちゃんに向かうのを保護しろ。長官ご安心を。たとえ数は少なくとも必ずや安全にお届けいたします。頼むぞ。天皇陛下に身を捧げます。大队长刘参谋，冲出来的鬼子已被歼灭，但没有看到坂田圭。啊，坂田圭这是用大部队吸引我们自己逃跑。赵一枪，我们兵分两路分头搜索，不用管我，我去跟坂田圭做一个了断。一枪，把我新打了那把刀拿过来。是。今天我就要用这把刀给师父、兄弟们还有牡丹报仇。还是我跟你一起去吧。
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我跟你去。不用了，大队长守在这里，尽量多的消灭突围的鬼子。可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还是我跟你一起去吧。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，我会平安回来的。我答应你，给你做一辈子的饭，烧一辈子的菜。刘传硕，记住你说的话，我等你。呀！呀！呀！半天鬼，我还以为你逃走了呢。刘传硕，我是一名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军人，而你却是一个厨子。不杀掉你这个厨子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开这里。对付你这个军人，我这个厨子足够了。要不是这场战争，也许我们能够成为朋友。放屁！我才不会跟你这个侵略者做朋友。半天鬼，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你们小鬼子为甚不待在自个儿家的土地，为甚要来侵略我们中国？你们在我们这里死了这么多人，难道你们不怕？难道你们就没有家人吗？难道你们的家人就不担心你们吗？好，刘传硕，那就让我来回答你。我们优秀的大和民族就是要改造你们中华民族，这就是我给你的回答。今天我先来改造你。田龟，你知道我手中的是圣吗？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剃猪刀。呀！站在里呀，眼儿有
别过来，我没事。一人の勇猛な帝国軍人が豚のようなアホになり果てた。これはなぜだ？答えられません。もしや私の未来も坂田君と同じかもな。将軍、そんな弱音を。弱音ではない。これは事実。国民党の軍隊は例えれば一本の生クラガタの、我々はたとえ切りつけられてもその瞬間痛みを感じるだけだ。共産党は、八路軍は我々の脇の下に隠れたシラミ、鋭い切れ味の刀を持ち我が心臓を突き刺してくる。奴らこそ我々大日本航軍の真の敵なのだ。報告。何だ？吉田将軍、これで判明しました。ホアム団こそ八路軍が送り込んだ坂田のそばにいた患者です。どういうことは？不思議な出来事は皆ホアム団の仕業か？はい。これは自分が集めた共産党患者の追尿に関する全ての資料です。また一つ頭痛の種ができた。お前を疑っていた。だから坂田のそばに留めておいたのだ。だがおかしな出来事は、それでも後を絶たなかった。追尿は未だにそばで活動している。この追尿とは一体何者だ？他怎么样了？你不要摇头啊！你告诉我他怎么样了？现在他在重度昏迷，所有生命体征已经全部消失。作为一个医生，连我都不知道还能对他做什么。对不起啊，王正伟。我不要听你说什么对不起。告诉你，他叫刘传书，在他身上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。我命令你，现在马上立刻去救活他，你听到没有？安政委，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我十分能理解，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你冷静一点。我冷静不了。我告诉你他现在在做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他在砸阎罗殿，他在烧生死簿。没有为什么，因为他叫刘传说，在他身上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安政委，你冷静一下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他在我们心里也是英雄。放开我！王政委，你让我进去。你要相信科学。放开他！好了，你去吧。去看看他吧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我现在正式向组织上提出申请，希望组织上批准我与刘传说同志结为夫妻。
我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，但是刘传说同志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征，请组织上批准，我与刘传说同志结为夫妻。看着我，看着我。好，我代表组织批准你和刘传说同志的婚姻。感谢组织上的批准，我要去教训他，把这个好消息也告诉他。教训他？对，既然组织上已经批准我们结为夫妻，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他的婆姨了。按照粤泰地区的风俗，只要婆姨可以喊上三天三夜，就能把当家男人的魂魄从黄泉路上叫回来。传说问世间情是何物，只叫生死相许，从小我就喜欢这句，直到爱上你的那一瞬间，我才真正明白何为爱情面前生死一同。活着是你我爱情浪漫无休的荒芜，死去是你我爱情凝固成为永恒。你还不知道吧，组织上已经批准了我们的结婚申请，从现在起啊，你就是我的男人，我就是你的婆姨了。老陆啊，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等打跑了鬼子，革命胜利了，如果党让你我离开现在的位置，像农民一样去开荒种地，你会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吗？应该，我现在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，但我敢肯定刘传说他会。刘传说同志是粤泰地区老百姓心中的大英雄，你们告诉我，他什么时候以英雄自居过？没有吧，他一直是把自己当成革命道路上的铺路石。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天哥同志会爱上刘传说。为什么？心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品德。你说的对，刘传说的确跟我们所熟知的英雄不一样，但他却是一个真正的英雄。你说说，你有什么好？你让我每天都对你刻骨铭心，每天都对你朝思暮想。我每天在看不到你的时候，都要想你一千遍一万遍，我都睡不着。可就算睡着了，我的梦里都全部是你。人都说，情窦初开的少女，一定会等来她的白马王子。可是我呢，我左盼右盼，我左等右等，等来的却是你这个厨子。没错，就是你这个厨子，我就是爱你这个厨子，你听见了吗？你跟我说过你要给我做一辈子的饭，烧一辈子的菜，是不是？我可都记着呢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好饿，
你不要再睡了，你现在就起来给我做好不好？我喜欢吃你做的肉勾蛋，你快点起来给我做好不好？不想起来也没关系，我给你唱歌听好不好？你听好了啊。想起清香的我手腕弯个软呀火嘿呀火嘿，拿起个筷子我放不下个碗呀儿哟呀儿哟，想起清香的我心花花花乱呀火嘿呀火嘿，煮饺子我下了一锅山药有个蛋呀火嘿呀火嘿。传说我唱的好听吗？我跟你说，这首歌我可是特意为你学的。要是你觉得不好听，那你就告诉我，你还想听我唱个扇。我这个扇子也不知道说的标准不标准。你告诉我，要是说的不标准，你就给我指出来，我就改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你跟我说句话好不好？只要你跟我说句话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好不好啊？传说。新编六团政治委员王天歌到。下面我宣布粤台根据地总部的命令，授予刘传说同志抗日英雄称号。奖章是根据地总部奖励刘传说的，同时也激励着
我们新六团的每一位指战员，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，一个流川说是远远不够的。我们要有千千万万个像流川说这样的战斗英雄，用我们的血肉之躯筑起日寇永远也无法逾越的钢铁长城。Yeah.